余安安和 Dada 陈静这日就一起出席电影 Baby 复仇记的影后座谈会，他们这次在戏里面都要挑战从未演过的角色， Dada 还要放弃秒跳的身材增肥20磅啊。不过拍完这部戏反而就令 Dada 想快点做妈妈。其实我是渴望的，即我知道自己 是渴望有家庭和渴望做妈妈，也想早一点，其实但是都要一个合适的时候，双方都要预备好先。至于安安姐的女儿听说都准备好要生 BB 了，安安姐又会不会帮手凑孙呢？我梗系好高兴啦，有 BB 俾我玩。不过咧，我成日同佢讲系玩嘅啫，我系唔会凑嘅，因为我已经凑大两个女咧，都几辛苦下嘅咁样咯。真系好开心嘅，如果佢哋有咗，我梗系开心。